叶大雄，你又考零分，叫你考公务员，你给我考零分，你是要不要好好准备啊？你不要打算在劳委会做派遣做一辈子。好了好了，我就脑袋不好嘛，才会那么辛苦啊。哎，好羡慕马总统可以成为国际知名的笨蛋。你还真敢讲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考不上公务员，就给我去找其他正职稳定的工作。哪有什么稳定的工作可以找啊，大家都在放无薪假。哎，一进师大毕业两年还在当流浪教师，季安则是在家里修机车，结果嘞，他都要被都更了，以后一楼的店面会被换到十二楼，啊，就欢乐哎。哎呦，不如我去澳洲打工好了。切，你说得出口，你英文也考零分，人家马英九还是个会说英文的笨蛋，人家才可以享誉国际。啊你嘞，你少少起来哩。爸，你回来了。啊，累呀、啊。你们在聊什么？我刚刚下班去劳保局，一堆人排队问劳保会不会倒，害我站得腰酸背痛。劳保要倒了，啊，冰刀的代志啦，反正现在缴了也不一定领得到啊，归期吼得得的啦，通通不要缴啦。公司没拎到的代志，啊，你现在不是住我家？劳保是有棺材本的，没有劳保，难道你要养我吗？你养得起吗？到现在还在当派遣，吃家里住家里用家里，也不会贴补家用，你现在是靠霸主哦，一直靠呗。养你？哎，我助学贷款都还没有还呢，如果吼、哦、你提早退休，到时候我还真怕养不起你嘞。嘿嘿嘿，你们两个给我注意一点哦，尤其是你啊，你们家叶大雄还没找到像样的工作之前，你不准给我退休。现在什么都涨，油价涨，电价涨，我现在每天省那个省那个的，白头发都给省出来了啦。拜托，你以为我喜欢退休在家里看你这个黄脸婆？现在景气那么不好，公司的新人都领22K， 哪天突然说要裁员减薪，到时候退休金缩水或领不到，那不是很亏？不过想想自己一把年纪还在撑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，我也很矛盾啊，我能坐骨神经疼啊。哎，坐骨神经疼就是腰部椎间盘移位造成腰疼，也是肌体痛疼有这款。哎嘿嘿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今天是来看叶爸爸跟叶妈妈的啦。哎呦，一进啊，既然你们来得正好啦、哦、我们在谈那个没有用的叶大雄的未来啦。怡静，你跟大雄是不是也要该结婚生小孩啦？哦，现在新闻都报什么劳保要倒了，哦，劳保不可靠。我觉得啊，还是生小孩可以养儿防老，像我妈就生很多个，才不会像我只生到一个像笨蛋的叶大雄一样。我才不要生小孩嘞，我又养不起。你们都抱怨我养不起你们了，生下来还不是你们要养，嫌我没用，你们现在就自己去生啊。就人家郭台铭60岁老来得子也不错啊。那是郭台铭他有钱也当假有气够把揪，我是没问题啦，但是你妈妈还可以老棒生猪吗？哼，没来这个嫌鸡失败，查甫人千万不通自己嘴啦。哎，大家多生小孩，国小就不会减班，这样我就不用继续当流浪教师，是很好啦。可是吼，讲到自己要不要生，我觉得还是等我先当上正职的教师再说吧。我现在连下一个教职缺在哪都不知道，一直流浪很辛苦呢。哎呦，我也不敢想生小孩啊。阿福家的建设公司来我家说要谈都更，我妈很开心啊，30几年的老房子旧换新，房价还会涨，还可以赚钱。哇、哦，拜托诶，我今麦是咧修理乌多麦呢。都更之后，啊，机车行不就搬到12楼去了？啊，是谁会把乌多麦砍你到12楼修理啦？吼、哦，想到这个吼、哦，我就规人怕火啦。佳佳，嘿嘿嘿嘿，人人就到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福，现任黑心建设公司总经理。本公司工程技术一流，最知名的就是在沙滩上盖饭店，在断层上盖核电厂。最近我们准备到台东盖饭店，
未来50年以带动东台湾观光产业为目标，促进原住民同胞就业，绝对会把原住民三星部落会把你们当人看的啊、哦！听说大家都在为工作烦恼啊，我看看，我那么多工程有没有好一点的工作机会啊？但是哦，现在为了响应政府经济动能推升方案，工地哦都嘛用外劳和派遣，派遣啦，恁哦都没机会啦。哇，糟糕，时间到了，我要出席都更工丁会了，先走一步。哎，他们袂记我来冲啊，吉安，你家的都更同意书在这里哦。年在多年的感情，好心提醒你哦，不表示反对就是同意哦。佳佳，不对，阿福，哎呦，夭壽哦！以前有塑化剂啦，啊，我害我们叶大雄就救，哎呦，阿娘谁啊？不好意思哦，阿金嘛吼，连还有瘦肉精啦、美牛啦，还有那个盖在断层上的核电厂，还有辐射呢。哦，这种环境哦，我也不敢叫你们生小孩的啦。我的机车行，这粒感冒买一根地拢无吃吧啦，我要去挂白布条了。哎，但是抗议道具嘞？道具？哎，那我们去找小叮当啊。小叮当。哎。大家要去抗议哦，我来看看我有什么道具。看我的四次元空间带，我掏总统慢跑鞋，带你等待，只要穿上这个鞋子就可以在总统慢跑的时候堵他澄清。总统说不运动就是懒，但是我们现在哪有时间慢跑啊？不行！哎，我再看看，我掏，白烟会和汽油一桶。等。啊，奈康康，拍死啦！油电双涨，没钱加油啦。嘿。我再看看哦，我掏。我掏，禁止右转指示牌。等。等一下，我们就一路左转到总统府去。对，人民向左转。啊，我还有一个大家最期待的，我掏，超会飞鸡蛋。等。鸡蛋是弱势者的武器，还可以补充体力，有体力就可以让鸡蛋飞，一路飞到总统府去。哇，社会要公益，人民蛋系总统府。